很成功，徐司卡酱。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外岛，兴奋吧？很兴奋。下面是澎湖吗？吉冈湖。那马祖。No. 绿岛。你怎么都没做功课啦？我是给你资料吗？让我来说给你听。好。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小琉球哦，它与屏东的东港镇隔海相望哦，是离岛中唯一的珊瑚礁岛。由于呢有天然的地形优势，造就商圈有丰富多样化的生态资源，美景令人叹为观止。听完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赶快去逛逛啊？想去。那一个手，一个 ，yes。就这么的，就这么的。你们该不会就这样子要准备用走的去小琉球旅游吧？对呀、那就错了。在来小琉球的话，现在内行人都知道要租我们像这种的电动脚踏车，或者是还有下一种的那个电动机车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轻松的游小琉球，而且又环保。那听完迫不及待要一起去，三千 go。来，这里就是我们要租的电动机车。跟一般的不一样吗？对，跟我们一般的机车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比较方便轻巧，然后它最主要我们的引擎都没有什么杂音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不会排放黑烟。我跟 Yukia 骑上电动机车，要来好好欣赏没有污染的绿色小琉球。沿途看到美丽的风景，就会停下机车散步来欣赏。就这样逛了一个上午之后，要来吃中餐补补元气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你在吃中药，我们在吃饭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当归鸭，很多时候会把它拿来当正餐的。你看，里面有鸭肉哦。这是鬼头刀，炒饭。鬼头刀，鬼头刀。我搞八个名。没啦，那是做鱼啊的名。这包鱼无得吃呢，干那阮六舅才有名。没有鱼肉啊。啊，这就是鱼肉啊。这个吗？嘿嘿嘿。这好像火腿哦。你这是弄晒干的，那个肉干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吃饭之前已经欣赏完路上景致，那小琉球最热门的海上潜水活动怎么能错过呢？鱼都快跑掉了，我等你们很久了，不好意思，赶快来哦。那我们走吧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装备要再检查一下哈。那面巾要拿下来哦，还有你们的扣子哈，没有扣好，就剩一最底下的袋子哈。最底下的袋子有没有？这个。对，要绕过胯下哈，因为它是支撑我们身体整个重量哈，就剩一支撑我们身体重量的这两条最重要的两条袋子。可以了哈。OK。那我们要出发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哈。大海，我们来了。来喽。小琉球清澈的海水让我们清楚看到丰富的珊瑚礁鱼群，还有全身充满刺的河豚。更 lucky 的是，我们和三只绿蜥龟的美丽邂逅。Yukia， 小琉球的晚上有点凉哎，有一点凉，刚刚泡汤吧，好好喝点汤。全身都热起来了，真的，真的。那我也喝喝看吧。好。どうしたの？どうしたの？火起来了！找到了我的东西，我走开了。免惊，免惊。我怎么？这边就是用这做后盾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鞭。鞭。那这个汤还有加白鳗，鳗鱼真的罗马，要经过24小时，7天7夜都没有停。7天7夜，我们所谓的四珍加，它里面有鹿茸，有高丽参。难怪你会有刚刚那个反应，吃起来就身体就暖起来，舒服多了。真的会很暖和哎，这手掌这么大。鲈虾，鲈虾哦，野生的鲈虾，这就我们在讲的那个鱼，那个鱼，哪个鱼？就是那个鱼。为什么有这么好玩的名字？就是先人讲下来，我们也是跟着称呼啊。
紧接着伴手礼时间到咯，首先第一家我们要来买人气第一名的蒜味油条，还有热卖第二名的泡菜鱿鱼丝。买完一家还不够，再来买甜到心坎里的番薯糖，有腰果、黑糖、南瓜子、花生、蔓越莓口味哦。哇，很久没有吃乌龙面。这个不是乌龙面，不是吗？这个、小琉球的麻花卷，小琉球才有的哦。这个应该很简单，麻花卷我看过，就很像女孩子编辫子，我最会编了，就这样子编。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好编啊，辫子可以乱编，麻花卷不能乱做。哎，一条一边压住，压住，一边这样搓搓，嘿，这样搓，你要回来的时候卷住，不要让它跑掉，可以拿起来洗。两边拿起来，对，然后放下，不是这样的 啊那你比他聪明了、啊。在家边工作吗？可以啊，然后在那边工作，生意一定超好的。这个不晚了，你不晚了，这个不是晚的，这一定要做，这不能晚。你看你就是来混的，他在抓面子，这样不行啊。我好了，真会破坏小琉球麻花节的品质。那你收我当干女儿好了。我要让你嫁妆呢，不行呢，你年纪了，我要陪嫁妆不行。好了好了，做不好没关系，那就买回去当伴手礼啊。这里的口味多到让你不知如何下手，有梅子、咖啡、海苔10种以上的产品哦。静香 ，Yuki 啊，我们不是情侣。咔咔咔咔咔，在这么幸福的地方，怎么可以不是情侣呢？你看我们这里的环境多么的浪漫，然后还有这么漂亮的海景。虽然你们现在不是情侣，但是通常来这里住过这里的感觉之后，我相信你们回去一定会马上变为一对很好的情侣的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跟 Yuki 啊怎么可能？还是赶快来看民宿的房间比较重要。这里每间房间的风格都不同，像这间是 VIP 套房，很适合热恋中的情侣还有新婚夫妻度蜜月哦。Yuki 啊，我觉得我们好像住在童话故事书里面哦。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前ね、東京とか大阪に住んでた時は人の歩く速さとかすごい速くて、でもここに来たらね、スローライフの重要さ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りますよね。那我们就多住几天吧。そうだね。嗯。可以吗，老板？